两只舞龙舞狮左摇右晃，魅力的表演，而且越跳越高。现场锣鼓喧天，气氛非常热闹。这里是高雄鼓山的凹子地公园，正在庆祝神农市集正式启用。不止许多民众都前来逛逛农产品市集，就连高雄市市长陈其迈、农业局局长张清荣也一起共襄盛举。 神农市集号召了云嘉南高屏、南台湾近百家优质小农，每家小农都各自摆出特色产品，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。市长陈其迈更是大手笔的布置展场。农业局做最精心的设备，准备了大概有1200多万的这个预算，让我们这个神农市集成为一个我们南方店的一个地方。神农市集在高雄鼓山的精华地段，占地上百公顷，希望成为高雄民众及观光客购买农产品的首选之地。记者王云婷高雄采访报道。